所有大家晚上好。嗯、首先、嗯，请大家发菩提心、嗯。我们现在开始，呃，讲课啊。那么讲课之前啊，请大家要发菩提心。那么、嗯、这个发菩提心呢，我们每天啊每一次讲课的时候呢，都要提醒大家。 啊，发菩提心，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啊。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人，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呢，啊，就是这个菩提心啊。那没有菩提心的话，那我们在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啊，就是没有菩提心啊，等于啊什么都没有。所以呢，首先必须要有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呢？嗯、大家啊也就呃、啊、非常清楚了，什么叫做菩提心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讲。那简单的说，我们就是、嗯、发自内心的啊，就是想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啊。为了让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下定决心要成佛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两句话。嗯、这两句话。 就是菩提心啊，那么嗯，这个菩提心呢啊，如果说难啊，也不是很难，就这么简单了啊。如果说这个很简单啊，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也是很难的啊。但是啊，这个只要我们能够努力的话啊，就是往这个方面努力啊，那么也是应该说是不难啊，大家都会有的这个菩提心咳咳啊，一定会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 啊、呃，努力特别的重要，菩提心啊，不仅仅是我们的修心方面啊很重要，生活人生啊方面，这菩提心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啊，不开心的事情啊，不幸福的这个不快乐的事情因素啊，太多太多太多啊。原来我们很多人就是认为，咳咳只要我们有钱了啊。 我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认为啊，会幸福的，会快乐的。 嗯，当然，幸福，这个我们生活问题解决了，当然肯定是啊、呃，有一定的啊安全感啊，也就是幸福快乐啊，这个并不能说是没有的啊。但是呢，这也就是不能说啊，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啊，其他问题就更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我们很有钱啊，生活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啊，很多人。 仍然啊、呃，这个不幸福啊，不快乐，甚至就是不知道啊为什么要活着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菩提心啊。如果有菩提心，我们就真正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啊，也找到了这个生活的意义啊。然后在这个菩提心。 当中呢，我们啊，就是在菩提心当中啊，我们就彻底的找到了啊，这个为什么要活着的这个答案啊，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啊，一定要发菩提心，这、就是为了啊现实啊，为了来世，为了自己，为了他人啊，为了一切众生啊，一定要发菩提心，特别特别的重要。 呃，首先大家发布提醒，然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是开始讲啊，这个六足啊慧能大师的这个《弹经》啊的这个第五品，呃，坐禅啊，坐禅啊，坐禅品的啊这个呃下半部分啊，那么它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啊昨天啊已经讲过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呢。 啊，讲这个另外的这个剩下的这个内容，首先要说一下啊，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三个要点啊，三个要点啊，就是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真正想修行的人来说啊，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啊有意义的。呃、啊，如果我们啊不太重视啊，不太重视实修。 不太重视实修啊，然后就是比较偏重于啊这个理论啊，想学很多很多佛教的理论啊，想学很多佛理，但是啊不太注重佛啊这个实秀，啊，这样子的佛教徒来说，也许啊这三句话呢啊不是那么的重要啊，因为这个里面呢。 没有太多的理论啊，这个里面呢也没有太多的太复杂的啊这些教派佛教的这个，比如说大乘小乘啊，还有就是唯识中观等等啊这些教派之间的啊不同的这个观点啊他没有讲这么这些这些东西，所以呢。 啊、呃，不太重视啊实修的人来说，也许啊、呃、这个不是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呃、非常重视啊、呃、这个少享百佛，而不重视实,实修，也不重视啊这个理论的学习。那对这样子的人来说呢，啊、呃、这三句话也许更加的啊、呃、就是不重要，更加的不重要。 因为他烧香拜佛啊，求人天福，呃人天福报啊，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三这三句话啊，是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啊，完全是呃不需要的，没有这三句话啊，他也可以烧香拜佛，他也可以啊这个大道啊他自己的目标，所以啊对他们来说呢。 也许这个不是呵呵啊，很很重要。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啊，就是呃，知懂得啊、呃，学习啊，理论啊，是理论上特别特别的喜欢，特别执着，特别沉迷啊，与这个佛教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哲学的思想啊。 佛教其实这个佛教的这个为师呀，中国呢，那他们讲的这些啊，如果我们不啊、呃、联系到这个石秀的话呢，那么这个逻辑呢，啊、呃、也就是一种哲学，也就是一种哲学，只不过这个比世俗的世间的。 哲学，啊、呃，高一个级别而已，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哲学，但是很多人就是很喜欢这个理论啊，学习啊，辩论啊，写东西啊，啊、呃、很很很啊，很喜欢的，啊，那么对这种人来说啊，这三句话呢，也许不是很重要了啊，因为这个里面没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逻辑哲学的思想啊，但是如果是一个修心人的话啊。 那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啊、呃、一定要反复反复的去看啊，这三句话啊，要去思考这三句话的内容，特别的重要。咳咳昨天我们啊讲过了，第一个就是不要啊去看啊行啊，就是说我们啊。 只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啊，然后呢就突破不了啊，不突破，突破不了，一直都停留在啊这个自己的啊心、呃、的这个层面啊。那突破了以后呢，心啊，再突破了以后呢，就是智慧，佛的智慧。然后突破不了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表面啊，那这就造成就就是人人的性啊，还不是佛心啊，所以，比如说我们修出离心啊，修菩提心，嗯，还有就是修这个四禅八定啊，这些都是在看心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在看心啊，出离心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念头啊。 菩提心呢，刚刚我们讲过了，非常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菩提心也是一种念头啊。然后呢，四禅八定这个禅定啊，作为一个这个咳咳除学者来讲啊，也是特别的重要。但是呢，它也是啊，停留在这个心的层面，还没有达到智慧的啊这个层面，所以呢。 这个禅啊，这个禅宗啊，他就是从他的角度去啊，他从他的角度去啊，这个降、嗯。那这样的的话呢，这些都是啊，还这个啊，还停留在啊这个心的这个层面上，还没有突破。那这没有突破的话呢，那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我们的心啊。 不就是念头吗？啊，那么念头呢？所有的念头啊，无论是善恶或者其他的念头啊，各种各样的念头，那么他们都是啊，都是妄想妄念，所有的妄念啊，都是都是如环啊，不真实的。所以呢，我们本来就是就是一，因为是无名啊，没有智慧，然后就是这个轮回。 啊，那么现在啊，开始修的时候呢，也就好不容易有一个修心的机会的时候呢，然后又啊停留在这个心啊这个层面，一直都突破不了。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啊，就是更加的遗憾啊。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首先开始的时候呢，是需要看自己的心啊，观行、观照，但是啊。 这个是一个过是过度的方法而已啊，这是一个暂时的方法而已。通过这个方法啊，一定要突破，这个特别重要啊。昨天讲的，然后就是不懂啊，不懂就是以前也讲过很多很多很多遍了啊。我们很多人以为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就可以了啊，心静下来没有杂念，没有念头。 啊，然后这个就是啊禅定，这就是修心啊，就是暗住在这个当中啊。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修心，已经是很不错了啊。嗯，当然啊，这个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先刚刚开始修心的时候呢，连心都静不下来啊，静都静不下来啊，更何况啊突破啊静啊静下来都做不到啊。那这种情况下呢？ 啊，心静下来当然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禅定啊，但是呢，从这个禅宗的啊这个高标准的啊，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那还很早啊。那这个时候，咳咳这个虽然心很平静啊，但是呢，这平静啊也是啊也是心，还不是智慧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智慧，而不是。 这个心啊，不是念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智慧才能够啊断除我们的这个无明啊，断除我们的无明、嗯，所以就需要智慧那、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啊，也不就是这样过吗？不要去贴标签啊，就是大作的时候啊，稍微有一点点。 啊，这个感觉的时候，然后立即啊贴一个标签啊，说这个是佛心，这是光明啊，然后呢啊，或者是这是佛心，这是空心，这是大圆满等等。那那这样子去贴各种各样的标签以后呢，那这些标签都是自己贴的啊，实际上啊，它不一定是光明啊，实际上它不一定是佛心，是自己认为是佛心。那这个呢啊。 也有,有是一种啊，这个念头啊，这是一种念头。嗯、所以这三个呢啊，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呢，特别的重要，一定要啊，这三个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啊这三个误区啊。这个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大坐的时候呢，要不呢。 我们就是认为啊，心静下来就可以了啊，要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呢，认为这是光明呢、啊，这是佛心呢、啊，啊等等啊咳咳，所以这是呃、啊、很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啊哈、啊，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内容，我、啊、今天再重复一遍啊，接下来、嗯、我们讲啊今天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啊、呃，也是啊，这个禅定的方法，次发门种啊，何名作禅啊，这个、嗯、禅定啊，禅宗啊，这个就是禅宗的呃禅定，禅宗的禅定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慧能大师呢，很多地方都在讲次发门种啊，意思就是说。 戒定慧啊，或者是这个六波罗蜜多等等啊，这都有一个禅禅宗啊，它都它有一个它自己的六波罗蜜多，它自己的戒定慧啊，这样子，呃，所以这个这个禅宗讲的戒定慧啊，戒定慧跟我们普通的佛经讲的戒定慧。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然后禅宗啊讲的这个六波罗蜜多，跟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啊啊仙宗啊讲的六波罗蜜多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呢啊，就是这个啊慧能大师呢啊经常都讲啊次法门中啊，就是我们慧能大师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啊说法啊是就是禅宗的说法，禅宗的他的解定会啊啊，并不是所有大乘佛教的啊这个咳咳观点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实际上这个禅宗的这个观点啊，是不是就是没这是不是一个、呃、佛经里面是不是没有记载的呢？当然也不是，佛经里面有这个记载啊，但是呢，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记载呢。 跟普通的佛经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戒定慧戒是什么呢？平时我们讲的，比如说菩萨戒呀、啊、居士戒呀，就是这这些戒啊。但是禅宗讲的戒呢，也就是跟这个真悟有关系啊。正悟的时候，你真悟了以后啊。 按住在这个正午的经节当中啊，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经节当中啊，这个经节当中呢，没有杀到阴王这样子的念头，没有这这样子的念头啊啊，所以呢啊，这个大作，因为他没有这个杀到阴王这样子的念头，所以大作它本身啊就是劫啊，大作就是戒。 呃，正悟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解啊。但是平时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理解的。平时我们认为戒定慧啊，大作的时候的这个正悟啊，是解定慧当中的慧，而不是解啊。这是我们普通的理解啊，普通的大乘佛教的理解。但是这个禅宗的理解呢，啊，不是这样子啊。 虽然禅宗的这个啊，嗯，跟这个其他的佛经讲的不一样，但是呢，也刚才讲过了，也不是啊、呃、也不是佛经里面没有记载的，佛经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记载，尤其是啊，尤其是这个《般若经》啊，大乘佛教的《般若经》啊，它的六毒啊，《般若经》的六毒和《般若经》的三学啊，戒定慧啊，那么就是。 正悟空心的这个智慧，呃，一刹那的这个智慧，一瞬间的这个智慧当中已经，已经包，已经啊，就包含了啊，界定会啊，还有就是六度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呃，理解的方法啊，这是一个呵呵很高的啊，这个三学和六度啊。那禅宗就就是从这个角度讲，所以呢，啊、呃，这个《坛经》当中啊，经常都是讲次法门啊，就是这个法门的，啊，这个他自己的啊，啊，这个。 观点啊，或者是方法是这样子啊，这个并不能代代表所有的仙宗的佛经啊，这不一样的。嗯、甚至这个神秀大师跟啊慧能大师他们的礼节也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这个，呃、啊，《坛经》的后面呢啊有这个记载啊，《坛经》的后面有记载有一次就是一个神修大师的一个弟子啊到。 这个慧能大师，呃，昨天啊、呃、去呃听课啊、呃，这个听这个开始啊、呃，然后呢啊、呃，这个慧能大师就是问他你的师傅啊怎么讲这个戒啊定慧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呢，那他的这个戒定慧，神秀大师的戒定慧这个结识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普通的啊佛经的这个内容啊，结是什么呢？ 菩萨戒呀、啊，啊无戒呀、啊，啊等等，定是什么呢？定就是修禅定啊等等。但是啊，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戒定慧啊，全部都是大作的这个精解正悟的这个精解当中啊，就已经饱含了啊这个正悟的精解，它既是戒又是顶，又是慧啊，它也是一个不一有一点点禅宗它自己的。 这个盾啊和剑，盾门和剑门的，这个对佛经的这个理解啊，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呃，慧能大师的这个次法门众啊，平时就是经常讲这个次法门众。第一个啊啊、呃呃，禅宗的啊、呃、这些很多的观念啊，跟普通的显宗的观点是不一样。第一个，第二啊。 是，尤其是这个顿门的啊，这个顿角或者是顿门啊，他的也就是慧能大师的这个《坛经》，他的啊这个思想啊，他的观点啊，跟简门啊，啊，虽然两个都是都是禅宗。 啊，都是禅宗的法，但是呢，啊，盾和剑啊之间呢，也有一些呃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啊，这是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啊过程啊不一样啊，过程不一样，他们的结果当然没有什么不一样了。但是过程上啊，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不一样。所以呢，啊，回能大师经常就说次法门，他要强调他自己的法门的这个独特的。 力解的方式是这样子啊，平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呢，有说啊，此、呃、法门啊、呃，前面也讲过了，善知是次法门众啊、呃，昨天也是这么讲的啊、呃。那么今天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也就讲啊，啊、呃，次法门众，鹤鸣左禅啊、呃，就是第一个是禅宗啊、呃，第二个是禅宗立面的这个。 钝脚啊，蹲门，那么他的左禅啊是什么样子呢？啊，什么叫做坐禅？什么叫做大作呢？啊，然后就说次法门中一切无碍啊，一切无碍。这个虽然只有四个字啊，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核心，非常的重要啊。此一切无碍，碍是什么？ 啊，大家都知道，癌肯定是障碍啊啊，障碍，障碍是什么？的？什么是障碍呢？啊，障碍很多，我们很多会说啊，障碍就是修心的违缘呐、啊，修心的修心的道路上的这个障碍啊啊，就是我们公路上的路障啊，一样，那这个就叫做障碍啊啊，但是啊，修心的时候，尤其是修这个啊，这个呃空性的时候的。 啊，障碍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的障碍就是执着啊，执着任何一个执着啊，这个时候是这个障碍。前面也提到过啊，前面提到好几次，我记得已经提到过好几次啊。当我们咳咳这个真悟的时候啊，真悟的时候，他心静下来，以往利益观察的时候呢啊，他、啊、就会体会到啊，整个的这个。 啊，这个衣食啊，或者是今生衣食佛心啊，就是长统的啊，畅通无碍。畅通无碍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站在啊一个很高的啊山顶上，然后就是往前一看啊，然后都是虚空啊。我们目视虚空的时候呢，那这个虚空当中有什么？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会不会有什么障碍物呢？没有啊，没有任何的障碍物。我们可以啊看到、嗯、这个啊无边无际的蓝天啊，无边无际的这个虚空。同样啊，大作的时候呢，没他争物的人争物的时候啊，他大作的时候呢，然后啊，他就是因为内心当中啊找不到一丁点的。 这个执着，所以它是无碍、长通无碍的啊，嗯、长通无碍啊，呃，这种、这种、这个必须要有感觉啊，必须要有体会啊，才能够我们把这四个字的这个啊内容彻底的去、彻底的能够了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体会的话啊，语言将那就是这样子了啊。 啊，那这必须要有体会。如果有体会的话，这个“无爱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畅通无碍这两个字啊，除了这两个字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就理解了畅通无碍这两个字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当中全部都已经包含了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咳咳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 体会的时候呢，啊，那无碍就是无障碍了，这这么这么简单就过去了。我们感觉不到它的这个这个真正的啊含义，啊，特别的重要啊。这个就是这种这种表达的方法啊，这个无碍这种表达的方法，那、啊这个啊、大圆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它的一个术语啊，一个专用的一个术语。那么这个术语呢，啊。 啊，平时在大圆满当中啊，经常都都都在用啊，跟这个内容是一一模一样，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咳咳啊，啊、呃，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就在这个高山上啊，高山上很高的山顶啊，然后视野非常开阔,阔的地方啊，就是眼前啊，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 啊，无边无际的虚空啊，这样子的地方去大坐啊，然后呢往外看啊，就是在视线当中啊，没有任何的障碍，无一片虚空啊。这个当然不是最重要了，主要的就是往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的啊，呃，这个、嗯、心啊，人的心啊，也就是。 自己啊，往外看到的这个虚空一样的长通无碍啊，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啊，就是内这个时候呢，内外啊，内外两个虚空啊，融会一体啊。大圆满里面讲三个虚空啊，外虚空、内虚空和密虚空，内外迷三种虚空结合啊。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啊，这就是真武的人啊，才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感觉啊，深深地体会到，非常清楚地体会到这个内心啊，实际上这个人的呃人的心啊，自己的心，跟这个外面的虚空啊是无二无别的啊，根本就分不出现在这个外和内的虚空啊，就融为一体了以后。 就分不清楚啊，哪里是外啊，哪里是内啊？就是内在的这个虚空跟外在的虚空啊，就是融为一体了以后，实际上这个当中呢，以什么东西在隔阂呢？那当然是我们的身体了，肉体啊，因为我们的肉体把、啊、我们的意识呢啊，它就是束缚在这个肉体当中啊，这样子以后呢，嗯，它没办法释放。 啊，然后它就是没有办法跟外面的虚空就是融为一体的啊，它就是束缚在这个这个肉体里面啊。那么现在这个当然了，这个之前我们啊真正的束缚呢，也不是这个肉体束缚的啊，而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它的执着，它把内和外分得清清楚楚啊，外啊就是跟我没有关系的你。 啊，这、就是我的身体，这个就叫做我啊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执着诞生了以后呢，他就把内和外啊分得很清楚，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外这个这个啊虚空当中啊，或者是这个万事万物当中呢，有一有一对啊原子分子，有一对原子分子，或者是有一对无体啊，然后呢。 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我啊，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啊，都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平时我们的心态。那么现在这种执着打破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啊，把内外分得那么的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内外的这个虚空呢，都融为一片啊，就是一片虚空啊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叫什么呢？叫做一切无碍。 啊，一切无碍，无碍畅通啊，特别特别有意义的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啊，这个要去要去感受啊，一定要去感受啊，就是很多人啊都是喜欢啊感受一些这个极限运动的啊这种刺激啊啊、呃、蹦极。 还有就是等等等等的啊，啊，实际上真正这个有意义的啊，大家要去尝试一下这些啊感受啊。那么这些感受啊，那么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以后呢，永远都是啊这个忘不了的这个感受啊。然后任何时候，当我们咳咳特别的啊情绪低落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啊。 甚至是绝望，对生活、对人生绝望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有有啊有这个感受的话，他一定会一瞬间一下子啊，从我们从这个人生的最低谷啊，就提升到拉到最高处啊，一定会找到生命的咳咳这个意义啊，当下就啊，就是这个找到了活力啊，生命的活力一下子就啊。 觉得啊，就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只要有这种感觉啊，他就有有有理由啊生存啊，有理由奋斗，有理由这个咳咳啊继续活着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菩提心跟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这些都是真正的财富啊，这才才叫这叫,做这叫做财富，而且。 这个财富啊，我们可以完全是可以走的时候是可以带走的，完全可以带到下一世啊。其他的财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神王地位财富再多再怎么样啊，都是带不走的。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些财富呢，啊，一定是可以带走的，啊，非常有意义的。<coughs> 所以我们啊，一定要。 尝试一下啊，一定要感受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些非常神奇的啊，非常奇妙的啊，这些这些啊感受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咳咳啊，这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啊，才是真的有意义。这个对我们的烦恼啊，就是当我们特别的啊愤怒的时候啊，只要想到这个啊愤怒当下。 啊、呃，就消失啊，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人生非常低谷啊，失落啊，那这样走到最低谷的时候，最失落、绝望的时候呢啊，然后就一一,一然后啊，一想起或者是一感受到啊这些畅通无碍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啊，然后立即我们啊就会呃立即就啊会感觉到幸福啊。 快乐一点都不失落，所以呢，我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啊，这些都是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修心，呃，或者是解脱有利啊，我们的生活、人生啊，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它一定会给我们啊极大的、嗯、这个力量啊，一定是这样子，所以非常有意义的这四个字，一切无碍啊。 表面上看一切无碍，就看起来他什么都没有说一样。但是实际上啊，这个里面呢，啊，真的是有啊，很很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无常同无碍，这个是特别有意义啊、嗯。然后，外、嗯、于一切经界常念不起。 为浊啊，他开始讲“坐”和“颤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呢，就是拆开啊讲啊，浊是什么啊，禅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子讲。那么这种讲法啊，在这个大圆满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这个解释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比如说“做和“禅”这两个字啊，从我们比如说从这个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讲。 做和参是不这样子讲，不一定是很合理的啊。从佛教的啊，比如说从佛教像《无部大论、啊》呐，那这些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参和做怎么去这这样子拆开去讲？那做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呢？也不一定啊。然后就是这个大作呀、参修啊这些这些术语啊，这些专用的词都是来自于这个梵文啊，印度的梵文。那么梵文当中呢？ 他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这种表达的方法呢，都叫做巧绝的啊、呃、一个解释的方法，巧绝性的解释的方法。所以大圆满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子把两个字拆开了以后呢，啊讲啊，实际上这个字啊。呃 “作”这个字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呢？也不一定啊，但是也完全可以这样子解释，而且这样子解释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表达了一个非常非常啊神奥的啊这个意义啊，所以这些都是“鹊桥”“桥倔”型的啊这个表呃这个解释的方法啊，所以“作”是什么呢？作颤啊，那“作”是什么呢？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我们去看外面的、嗯、啊，这个时节，这个时候呢，啊、呃，外面的世界，我们用什么东西看呢？当然是这个五个感官：眼、耳、鼻、舌、神，去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然后，当我们的眼睛啊看到了光，我们的耳朵听到了声音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普通人还没有证悟的人啊，那么这个之后呢？ 开始啊，我们的视觉当中呢出现了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啊，马上啊，他就会去啊、呃，去分析啊、呃、判断这东西是什么，是人啊、呃，是建筑物啊、呃，是一个呃其他东西啊、呃。那么这个人啊、呃，我熟悉不熟悉，好人坏人啊、呃，等等等等啊、呃。然后呢，就建筑物啊。呃 这个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这样子的房子啊？我能买，嗯、能不能买得起？等等，那意识呢，就是这样子产生了啊，就后续就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啊。那么这个念头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念头呢，每一个念头啊，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每一个念头呢，它都是带有啊这个执着。 啊，带有执着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念头啊，它这个里面呢，啊、呃，都是有执着的啊。他、呃、看到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呢，眼睛看到了，然后呢，意识立即啊、呃，认为这是一个建筑物。这个时候呢，他已经默认了这是真实的建筑物啊，实用的建筑物。嗯，这样子，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就个叫做啊。呃 就是起年起了念头啊，起了念头了。那现在就是说外余啊，一切境界上不起念头啊，不起念头。那么不起念头呢，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啊，当然是看得到的。修心人正午的时候呢，他眼睛能够看得到，他耳朵能够听得见，但是呢。 啊，他的意识啊就不会去啊执着啊，不会去执着、嗯。他看到的这些和听到的这些啊，意识呢就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都是像海市蜃楼啊，或者是像我们的梦境啊一样啊，都是不真实，都是这个虚幻的啊，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就不去执着啊，不去执着。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啊，一切境界。这个境界啊，不是一个修行的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外面的对外面的世界，对外面的世界不起念啊，不起念就是不执着了。那这个不执着啊，就叫做做啊，不执着就叫做做啊，做这个字啊，那慧能大师的这个《坛经》呢？ 他讲的时候，把这个“做这一个字啊，就是解释为啊，我们对外界啊不产生执着，那这就叫做,做“做啊。他是这么讲啊。那这“做这个字是不是这意思呢？那不一定了啊，不一定。但是呢，禅修的时候，或者是正午的这个禅定的坐禅。 啊、呃，完全可以这样子结识，这样子结识没有什么违背的地方，可以这样讲。而且这种这个结识的方法呢，它就是一种一种一种诀窍啊，诀窍。所以他在做就是这样子，对外面啊，不欺年。那这个当中我们要知道啊，不欺年有两种啊，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不欺年有两种，一个是什么呢？咳咳啊。 呃啊，也可以这样子分啊，有三种啊，有三种不同的啊，不期不期年。那不期年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就是非常专注的呃、啊，去思考某一个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眼前看到的和这个耳朵听到的这些，眼睛是呃一直都在看到啊，这个光一直都在进入我们的视网膜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外面的这个画面啊，都在我们的眼前啊出现，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它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啊。 根本就不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啊，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呢，明明啊，就是在耳边有人在说话啊，但是呢，因为他的意识呢非常专注的去想另外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啊，他就没有听见啊。实际上是听见了，但是呢，他对这个声音呢一点都没有感觉。 啊，没有感觉，所以对这个声音呢，它没有起形啊，没有产生任何的念头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佛教的音明当中啊，它有一个专用的词啊。我们的感官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的感官呢，它都看得到，它只要啊有光啊，然后我们的眼睛是睁开的，那这样子的话，它会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啊。 如果他想别的事情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其他的心事啊，特别不开心的时候，或者特别开心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虽然是看到这些东西，听到了，但是呢，根本没有感觉啊。所以他对啊刚才看到的和听到的啊，对这些东西他根本就没有没有没有起任何的念头啊。那这是一种不起念头啊，这是我们的世俗啊。 生活当中啊，经常发生的一个不清念头啊，但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修心，不是禅修的不清念头啊，这跟修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啊，都是都是都是这样子啊，明明看到了，明明听到了啊，但是呢，因为呃，就是因为太开心，或者是太啊这个。 不开心啊，或者有其他的这个事情在思考，所以呢，他对这个眼前的啊所有东西啊，就是根本就没有感觉。那这是一种啊不起念头，但这个跟修心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第二啊是什么？第二就是禅修啊，禅修就是修禅定的时候修这个四禅把定啊，世间的这个禅修。 那修这个禅修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禅定的力量啊，心很平静的啊，很平静。那这个时候呢，出了这个无色界的禅定啊，无色界的禅定，他进入了无色界的禅定的时候呢。 人的这个感官是看不到这个时节的啊。一般的禅定，比如说四禅八定当中的四禅啊，第一禅、第二、第三、第十，不同的四个不同的这个层次。那么，比如说这四个层次，每一个层次的禅定啊，每一个禅定，我们的心都是非常平静的。但是呢，能够看得到，能够听得到啊，这样子。但是啊，看到对看到的东西和对听到的东西啊，它不会起心动念。 年的不会起心动念啊，那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啊、呃、不起念啊，这两个都是实际上是，啊、呃，对于一切境界上啊，念不起，念不起就是念头不起啊，不起念头，那么这两个都是不起念头，他没有起什么念头了啊，没有起什么念头，但是这种不起念头啊。 跟我们的修心啊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啊。那么，那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谈经、啊《坛经》啊讲的是第三个啊，第三个不起念头。那第三个不起念头，他为什么不起念头呢？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啊。第一个不起念头呢，因为他有啊其他的这个思考啊。 啊、呃，他的心啊、呃，已经非常专注的去想其他事情啊，所以他就不起念头了。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也没有去思考别的，但是因为通过禅定的能力啊，禅定的力量，他的心已经呃非常平静了，所以呢，他也起不了这个念头啊，就这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呢，他是什么原因呢？ 啊，第三个，他为什么不去不去这个念头呢？因为他证悟了空心啊，他证悟了空心，虽然他的这个感官啊，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这些外面的这些现象啊，但是呢，他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些都是一种啊，感官当中产生的一种错觉啊，一种错觉啊，然后呢。 因为他知道了这些都是错觉的时候呢，啊、呃，他就不会起心啊。比如说我们，啊、呃，对这个海市蜃楼的啊、呃，这个啊、呃、对海市蜃楼的建筑物啊，我们不会产生啊真实建筑物的这个念头啊。我们看到这个海市蜃楼的时候啊，这海市蜃楼。 当中呢，有很多建筑物呀，有车呀，有人呐、啊，都有的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呢，对海市蜃楼的车，我们不会认为它是一辆车；对海市蜃楼的建筑物啊，我们不会把它认为是一种建筑物啊。这个不会起这样子的念头。为什么不起这种念头呢？因为知道这个海市蜃楼，它是啊。 它是这个虚假的，它不是真实，所以呢，就这个年头呢不会起的，不会起这样子的年头啊。那这个正无的人啊，他对外界的万事万物已经通达了啊，这个这个空性啊，他就完全就是明白了，就跟害市神楼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 虽然眼前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景象啊，但是呢，对他没有真实的啊这种执着，因为他是明白这是，这是虚虚啊，这是虚拟，这是虚拟的，这是空性，所以他就不起念头啊。那这样子不起念头，就有三种不起念头当中，我们需要的就是第三种啊，第三种。 那这个、嗯、这种啊、呃、念头啊、呃、万事完无，就是深深的，就是体会到，或者是非常彻底的明白啊、呃，这些都是空心。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对这些东西啊不会产生执着或者是念头啊、呃、执着或念头。所以这个就叫做作啊作禅啊，这叫做嗯这叫做作。 然后啊、呃，那禅是什么呢？啊，坐禅啊，坐就是这样子。那禅是什么呢？见本心不乱为禅啊，见啊，见到了自己的本心啊，就是内和外啊，他是这样讲的。外和内，外就是我们的感官看到的这些外面的世界，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的执着。好，这个就叫做坐啊。然后呢？ 不仅仅是对外面的世界啊没有执着啊，然后而且就是往往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看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啊证悟了他自己的佛心啊，看见了他的佛心，体会到了他的这个佛心，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这这就叫做这个这个禅啊，这叫做禅，见本心啊不乱。 见到了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的时候啊，那就是不会心不会乱的。心不会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会有这个妄念啊，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妄念啊。有妄念，那、啊、这个、就是心是乱的。心是乱的。我们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 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啊，有各种各样的妄念。那么从正物的角度去看的话，那这都是心已经是已经是，呃，已经是乱了啊。所以呢，啊，性不见本心啊，见到了本心的时候呢，那、啊、心是不乱的。那么这个心不乱叫什么啊？这个就叫做禅啊，这叫做禅。那坐和参啊，这样的分开讲。 每一个字啊都有一个不同的啊这个意义啊不同的意思。咳咳那坐和禅这个就是禅宗讲的啊坐禅。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啊佛教的啊普通的理解呢坐和禅啊拆开啊然后每一个字的内容都是这样分开讲啊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呢。 啊，这样子讲也是完全是可以这样讲，啊，不但是可以这样，而且这样子讲，它完全可以两个字啊，这个“坐”和“禅”两个不同的字，那它就可以表达一个啊非常深奥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符不符合其他的佛经的说法，这都不重要的啊。这就是他自己的一种诀窍啊、窍诀的一个说法，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叫做禅。 嗯，外界啊，对外面的时节不起执着，叫做做对自己的内心世节的，啊、呃、这个佛心啊，就是啊，呃，看见了这个佛心，证悟了这个佛心啊，就叫做禅啊，坐禅啊，这就是禅宗的独特的啊，这个坐和禅。 两个字的解释的方法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啊、呃，这个深奥的。所以啊、呃，正午的时候呢，啊、呃，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对外面呢也不会有啊、呃，不会有这个执着，然后呢，对对对内啊、呃，就是也就是。 证悟了这个佛心啊，那也就不会有执着了。那内外都同大了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精结啊，就叫做作和禅啊，作禅。嗯，呃、和见本心啊，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啊？前面啊讲的是什么呢？ 坐禅啊，怎么去坐禅？怎么去大作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有讲禅定，为什么有讲一个禅定呢？不一样的啊。刚才就是坐禅，就是一个动词啊，就是坐禅怎么去大作，怎么去坐禅啊。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名词啊。禅定它本身是什么呢？什么样子呢？什么叫禅定呢？啊，所以就这个区别了、呃。那现在开始讲禅定，它本身这禅定是什么啊？ 什么叫做禅定？何名为禅定？外离相，越、呃、禅啊啊、呃！那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对外面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感官啊，五个感官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啊，就是没有执着啊，没有执着，完全通达了啊。 这个如幻如梦，那就是没有相啊，理想就是这意思啊，没有相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呢，我们的眼、我们的感官看到了以后呢，立即我们的意识啊，就是通过这个感官呢，它立即就去抓住啊，然后立即去执着啊，然后就有想了，都变成了有想啊，都是有想。呃，然后正午的人呢。 他的感官五种感官，他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啊，但是呢，他的内心呢已经通达了这个正或这个空性的境界，所以他的内心呢不会啊去呃这个执着啊，所以呢对他来说啊，这个世界不是相啊，不是相，就是立想啊，没有相，没有相。 那没有相啊，那这个叫什么呢？啊，这叫做禅啊，这叫做禅，没有相啊，叫做禅。然后，那什么叫做顶呢？啊，顶是什么呢？顶就是说啊,、嗯、不啊,啊，内部乱啊，曰顶啊，内部乱就叫做顶啊。那这两个讲法呢，也就是刚才讲的啊，就是我们。 通过这种像这个佛经的《乌波达轮》的这样子的解释的方法去解释这两个字啊，禅和丁啊，是不是这样子理解呢？也不一定啊，其他佛经讲的不是这样子，不一定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实秀的角度啊，从一个实秀的角度去解释这两个字啊，那就完全其他的佛经有没有这么讲都没关系的，就是。 从啊，从一个实修的角度，从一个巧绝的角度，这样子去揭示啊，完全是没有错的啊咳咳。所以啊，内不乱啊，就叫做定啊，不乱啊。什么叫做乱？刚才我们讲过了啊，就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执着啊。 尤其是我们的衣食啊，有各种各样对任何的事物、对万事万物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执着，那这就叫做“乱”啊，这叫做“乱”。然后呢，证悟了这个佛心啊，就心啊，就是这个融入到这个禅定啊当中，心融入禅定，禅定当中，心就融入了这个。 空心的这个智慧啊，空性的智慧当中，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就是啊、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光明、空心的状态啊、呃，所以这叫做不乱。那这个不乱的部分，这个成分或者这个部分呢啊、呃，就叫做、呃、啊鼎啊掺和丁就是这样子，只是啊、呃、这个实修的人对这个禅定的理解啊掺、呃、和丁。 然后啊，然后就是说外弱力相啊，内心不乱。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啊外力相，那么内自然就不乱的啊，自然就不乱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平时我们的心啊，达不到这个不乱。为什么达不到呢？因为我们就是对外没有做到离相。 啊，对外没有做到立相，我们对外面的任何事情、任何事物都有执着啊，有执着。因为有了这个执着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内心啊就开始乱啊，所以这两个是有关，有有密切的关系啊。如果外啊能够达到这个立相啊的话，那内就可以不乱了啊。如果外啊没有达到立相， 啊的这个程度啊，那雷自然就会乱的啊，自然就会，就就会乱。所以这个就是说，啊，外若立祥啊，内心不乱，本自精自顶啊，自精自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禅定啊，禅定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禅定有两种禅定啊，两种禅定，一个。 是人为的造作的这个禅定，那这个禅定是四禅八定的啊，这个禅定，那这种四禅八定的这个禅定呢，啊，虽然啊心很平静，非常平静，但是这种平静它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一个天然的啊，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平静啊。 二是人为的平静，就是通过人的努力啊，通过人的努力，啊、呃，锻炼啊，也就叫做修心啊，修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呢，然后最后呢，我们的心啊，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非常平静的状态啊，啊，这是人通过人的努力啊，通过人的这个奋斗，或者是用我们啊佛教的语言。 讲的话，那就是通过人的修心和通过人的精进啊，最后啊，就心就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平静的这个状态啊。但是这个平静的状态呢，啊，就是说啊，这个不是天然的啊，这个是人为的、人为造出来的啊，造作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平静啊，这是第一个平静啊。那么这个平静呢，啊。 是不是叫自丁呢？啊，不叫自丁啊，这叫做踏丁啊。当然，这个踏丁啊，不是一个佛教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术语啊。如果要给它一个这样子的名称的话，那就这个叫做踏丁啊。自丁和踏丁。嗯，为什么是踏丁呢？因为这个是人为的、人为造作的啊，是他人的努力，通过他人的努力，呃，就。 把我们的心啊，就变成了这个平静啊，把心变成平静。所以呢，这个不是自定啊，这个不叫自定，这个叫做他定啊。那另外一个呢，就叫做自定啊。那自定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念头全部啊离开了啊，全部消失了啊，全部就是融入了。 啊，以后融入到这个心的本心当中啊，或者是这些念头、这些思维啊，全部离开了以后呢，离开的这个，离开之后啊，就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加的平静的状态啊。那这个平静的状态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佛性啊，佛心。那佛心它本来就是啊，自顶的。 啊，佛心它本来就是不乱的啊，它本来就是，它是，它是本来就不乱的啊。那这叫做自顶啊。那佛心的这个平静啊，佛心的这个平静啊，那么不是人为的啊，不是人为的，不是通过谁的谁的这个努力啊，它本身就是这样子平静的啊。所以呢，就叫做自顶。 啊，自定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自定呢，我们在这个《坛经》当中啊，就是上一个啊、呃、这个章节当中呢，就是这个定回啊平这当中不就讲过吗？讲的非常清楚，这个里面讲的跟大圆满讲的是一样的啊，大圆满他这个强调的这个禅定。 不是人为的这个禅定啊，人为的禅定呢，当然可以做一个啊临时性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上啊上楼的时候的楼梯一样啊，楼梯一样，它可以做一种啊临时用的一种手段或者一种方法啊来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毕竟是人为的啊造作的。 所以它不是绝对的这个顶啊，不是绝对的顶啊，所以最终啊，就是要大到啊，要大到没有任何的这个造作的啊，没有任何的人为的东西啊，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啊这种状态才叫作。 啊，这个佛心啊，才叫做佛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进入了这种状态的时候呢，然后真正的就是回归了啊，真正的原始的状态，回归了原始的状态啊。那这种回归啊，这种回归才是顶啊，自顶啊，这叫做自定啊。咳咳 所以啊，上一次也讲过了啊，就是如果你证悟了啊，而且证悟的这种境界就比较高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境界当中暗主，啊，这就是禅定啊，境界当中暗主，实际上。 虽然我们用这样子的这个词汇啊，安卓啊，实际上呢也没有什么啊人去安卓的，实际上他自己的本心啊出来了，然后就是没有我们的意识去干扰啊。那这个当中呢，这个阶段啊，比如说有五分钟的时间当中啊，然后我们的意识呢不要去干扰他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里面呢。 有丁有灰，全部都在这个当中啊！而且它的这个枝，它的丁啊，是自钉啊，是天然的这个产钉啊，这个是这个最最最高级别的这个产钉了，这叫做自钉啊。呃，这就是啊本、呃、啊本自经啊本的自顶。 自净自顶这两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自顶我们刚刚讲完了，啊、呃，自净啊、呃、也应该大家知道的，本来清净啊、呃，本来的清净，本来的清净啊、呃、就叫做这个自净，它本来就是啊、呃、自净和自顶这两个特别重要，自净这两个呢啊、呃、主要是讲啊、呃、升官啊、呃、和知回。 啊，升官和智慧，然后自定这两个字呢，啊，就将啊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机智啊，当然机制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机制呢，平时我们这个禅定的时候的机制四禅八定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时候的机制呢，就是没有念头就是机制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机制啊，不仅仅是没有念头啊。 不仅仅是没有念头啊，念阿赖耶识等等这些，啊、呃，这些造作的这些东西啊，全部离开了，这是最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啊，这个本心啊，才是真正的这个本心。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啊，它即是自净啊，又是自顶啊，所以这个当中啊。 啊，就有丁有支啊，支回和参丁都在这个当中啊，所以呢啊，这个上一个章节当中就是说和丁和这个回是分不开的啊，丁中有金，金中有丁，不是说过吗？啊，就这意思了啊，这个就是自丁，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嗯、六祖坛经啊，坛经的这些解释啊。 跟大圆满，我如果我们这么去结识的话，就是大圆满啊，大圆满当然有很多不不同的这个层次啊，啊，然后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在大圆满里面呢，就是叫做彻缺，彻缺主要讲的是什么？讲空心啊。那么从这个啊大圆满里面的这个彻缺或者是空心的部分拿出来啊。 然后讲啊，那就是除了这个禅，除了除了这个，呃，谈经讲的这些以外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的啊，没有什么。所以呢，这个特别特别的，呃，有意义的，我们。 的这个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啊成就之，啊，叫做这个麦胖大师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知道麦胖大师啊。那么他的有一部这个论点呢，就叫做《定界爆灯论》啊。这个《定界爆灯论》当中呢，讲得很清楚了。《定界爆灯论》当中讲啊，像这个中观讲的啊，中观讲的这个大空行。 大空心，或者是般若智慧讲的空心，跟大圆满的这个智慧呢，是无而无别的；大圆满的车却的这个部分呢，是无而无别的啊，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啊。尤其是这个禅宗啊，这个慧能大师啊讲的这个啊，这个空心呢，他当然。 也是离不开这个般若空性，实际上就是般若空性。但是，般若空性怎么去降啊？从哪个角度去降啊？不同的角度去降，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这个讲法啊。那这个这个禅这个呃《坛经呢》呢、呃、啊，它是以巧觉以实修的啊、呃、角度去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 就完全就不一样的，所以从这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的空心跟大圆满是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是这样子，所以特别特别的，啊、呃、有意义、呃，特别有意义啊。我们这次这个这这个讲这个《坛经》啊，我认为呢，也就是讲的稍微深了一点点啊，深了一点点。啊 呃，就是这么就一个非常神奥的东西啊，我们就是通过这样子去讲公开的讲合不合适，也就不太好说啊，不太好说。呃，如果是从大圆满、从密法的角度，是肯定不可以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是禅宗啊，还不是这个大圆满啊。呃，当然，禅宗的这个之前也讲过了，大梦主使也讲过了，这个《坛经》当中也讲过了啊。 那这个也就是不能这样子公开的啊，但是它的一个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啊、呃、这些人啊、呃、都能够接受这个啊啊、呃呃、这个空心，而且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这个要求啊，或者是听起来很喜欢这样子的话呢，那几千个人、几万个人都不会不会不算是多啊，不算是多啊，然后。 如果这些听众啊，虽然只有五六个、七八个啊，但是这个当中呢，有两三个、四五个是不能接受啊，这个啊内容啊，这么深奥的东西啊的话，那么只有三个人啊，也是算多啊，也是算多。所以这个公开不公开，这个听众的这个多和少的这个这个尺度啊，就是要看啊。 大家能不能接受啊？能接受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也不会躲的啊。不能接受的人的话呢，那就是讲过了啊。不能接受的人只有三个人，也给这这三个人不能对对这三个人不能讲这些东西的。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呀、啊，这个就是一个能不能接受、接受度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知道、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接受度。但是呢，大体上讲啊，因为这个禅宗在中国的这个两千年的历史啊，然后已经渗透了各个的这个佛教的领域，不仅仅是佛教，还有很多其他很多的传统文化啊，所以呢。 或多或少，我觉得这个至少啊啊、呃，就是可能不会有什么排斥反干这样子的事情啊，就是能不能真武呢？那当然是这这个，就可能很少熟的人才能够真武。但是呢，我想大家能够可能是啊，至少啊，对这个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因为禅宗的这个历史就两千年的历史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想至少可能就不会有啊，对这个。 坛经啊、呃，六足坛经至少坛经的内容啊，至少不会有啊、呃、排斥啊、呃、邪见啊、呃，我想这个应该是不会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嗯、就是降的，就是稍微深了一点点啊，这个对和不对我也说不清楚了。但是呢，我想因为我们现在啊、呃，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啊，尤其是就是特别特别香。 啊，石秀的人啊，那么就是经常就是啊，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呃、啊，这个就比如说高原反应啊，还有就是生活上的不适应啊等等，就是到很多地方去这个求大圆满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大手印等等，呃、啊、呃、啊，这些发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啊，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 因为就是语言的这个障碍啊，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语言的障碍啊，虽然这些法它不是太太太。 这个依赖啊，这个语言啊，但是没有语言呢也是不行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上司们啊，他不一定能够直接啊用中文来表达，然后呢再找一个翻译的话，也许翻译的这个中文的水平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翻译他自己没有一点点点这个修正，这样子的话呢，至少对这些发没有啊。 这个深入的这个历劫的话，那么就是他说出来的话，也许啊，就是就去查很多的字典，然后呢，讲了一大堆的佛教的这个术语专用的词啊，这个也许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呢，真正的核心的东西啊，这些术语我们也就可以看这、啊、书书上都有的。但是这个要去解释这这些这些专用名词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啊。 要揭示出来给大家讲，这叫做讲啊啊，要不然就是我们用这些专用的啊，这些比如说光明呐、啊、空心呐、啊、佛心呐啊,啊，就是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佛教的这些专用词啊，连串一起给大家念一下。那这个没有人念，我们自己也可以去看啊。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啊对一个真正的想修心的人呢。 确实，我们也发现已经很多很多了，非常多啊啊！但是我们对越是像啊秀这个深奥的法，那我们的障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困难啊就就越多啊。所以呢，呃、啊，就是说，也许这个深了一点点，但是呢，我想啊，这个我想这个很多人可能是没有太多的机会。 呃，去听啊、呃，听这个，嗯、呃，这些话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次呢，啊、呃，就是稍微剩了一点点，但是呢，啊，就是把这个，呃，就这个《坛经》的啊内容呢，稍微跟这个密法的大圆满的呃这个一些呃理念啊结合啊，实际上我想啊，说实话，这个。 就是不降任何的大圆满和大这个收音，那么这样子的话，彻底的去啊解释一下这个，呃，坛经它本身的意义，它本身的意义就是这样子的啊，不需要加任何的大圆满，不需要加任何的这个大收音啊，它本身它自己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有这样其他的，比如说大圆满的理解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加的清楚。 啊，更加的吃清楚而已。实际上，他就是在讲这些。我认为啊，咳咳所以大家啊，就是要要要要这个重视啊，一定要好好的修，这特别的重要，很非常有意义的。呃，修心啊，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不一定能够证悟啊。像我们徐云徐云大师啊这样子的这个高僧大德。啊。 他都花了，真正花了二十五年以后啊，才证悟了啊。虚云大师，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啊，大家都公认的。 啊，高僧大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了不起的。我们虽然没有见到虚云大师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虚云大师的这个、嗯、法相啊。那么我们每一次看到他的法相的时候，他就感觉就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就禅定当中。呃，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但是呢，他也是花了二十五年啊，他是五十六岁的时候证悟了。 啊，五十六岁的时候证悟了。那么他刚刚开始啊学这个禅的时候呢，他就是三十一岁啊，三十一岁。从三十一岁到五十六岁，真正二十五年当中啊，就是啊用功了，最后就是证悟了啊。那咳咳我们。 呃，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希望了？那当然也不是啊，呃，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实际上，这个徐云大师啊，就这么徐云大师这么了不起的人，都需要二十五年的时间，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希望啊，也不需要这么想啊。徐云大师呢，虽然是这么讲，但是呢，也许他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最后的这个真悟呢，也许就是。 一个非常高的啊，一个这个一个层次级别非常高的这个境界啊啊，一般的政务呢，可能也许就不需要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啊，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反正啊，总而言之，修行啊，就是一个长远的，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啊。 啊，不能急功近利啊，不能急功近利啊，就是就以为就是用功啊，用用一下功啊，努一把力，这样子的话就是啊啊，就是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以为就可以证悟了啊，就不要想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想的那么容易啊。那么一年两年或者几个月没有什么进步的时候呢，那就是认为这个法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对自己对这个法没有啊这个因缘。 啊，就不朽了，也不要这样子，也不需要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必须要，呃，要有这个要坚持啊，坚持才是最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只要能够坚持啊，就能够能够真无的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四家心啊，吴家心啊，这个我们口口声声啊，一直都在强调四家心和吴家心啊，然后。咳咳 你们现在啊，如果去修这个啊、呃，这个《坛经》的这个禅定啊，那这个时候真正的自己去投入啊，去感受的时候呢，那、啊、这个时候你们肯定会发现自己去，自己就体会到啊，四家心和五家心的重要性啊。这个时候可能不需要去，不需要。 啊，我们来讲它的重要性，你自己肯定会感觉到它的重要性。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就是啊，不知道这个怎么去修啊、嗯。所以啊啊，根本就是没办法前进啊，往前前进的动力啊，是是是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比如说，我们念个咒。 啊，那就是十万一百万，那这有一个数字呀，就是我们去努力的，你每天多少多少，每个小时多少多少，完成了啊，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啊一个方法，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可以完成啊。但是像禅修这样子的修法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啊，我们用什么力量把自己往前推啊，往前推动力是什么？ 啊，怎么样往前走啊？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动力是什么，这个时候的方法是什么，都找不到啊！因为他的我们所有我们想出来的方法都不是方法，不但是不是方法，而且都是他的障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不知道。那现现在这些都不行的话，那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啊，这个时候都不知道的啊！所以。咳咳 啊，所以我们、嗯、就必须要有这个啊基础的啊基础的这个修法特别的重要啊，基础的修法特别重要。然后呢啊，就是需要有耐心啊，这个的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暂时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没有证物啊也没关系的啊啊，这个后面。 啊，一定会有，总有一天一定会这个恍然大悟啊，一定会的，所以咳咳特别的啊啊、呃、重要，这个精精啊耐心特别重要啊，大家大家一定要记住，呃，呃外弱力祥，内心不乱啊，这已经讲过了，然后这个就是外力祥，内不乱，那它叫什么呢？这就叫做。 自经自定啊，自经自定啊，它就是不是人为的，它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本来的面目，它本身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自经自定啊，前面就加了一个“本”这个字啊，“本”这个字，本清叫本自经自定，它本来就是自经自定的啊。咳咳 那本来就是自净自定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啊，就是乱啊？为什么就就是心乱了呢？然后就开始讲啊，志远近处，处急乱啊，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的眼睛啊看到光，耳朵听到了声波等等。 我们的五个感官看到了外面的这个世界，这个触啊，不一定是我们的手的这种触觉啊，就是我们的五个感官的的这个大乘的阿毗达摩和这个啊居士论当中呢，都将我们的感官跟我们感官跟外面的这个世界的接触啊，都叫做触啊，不一定是是这个身体的触啊，五个感官都有触，那么。 就是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接触啊，身的、呃、这个是眼睛啊，对光的接触；耳朵对声波的接触，等等，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接触啊，然后呢，再加上没有真物啊，所以就就乱啊，致远近处处极乱。 啊，乱的原因是这样子啊，本身它就是自经自顶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啊，借助了外经，然后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外经是什么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有无明呢，然后就是开始啊，执着了，执着了以后呢，然后开始愤怒了，开始欲望了，开始欲没了，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啊，烦恼。 啊，都出来了，所以就是心就乱逃啊。咳咳治远啊，净除啊，除积乱，离相、嗯、不乱既定啊。理想如果这个时候啊，就是远离这些相啊，相是什么？我们之前已经结结结识过了啊。 远离的意思，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远离是什么呢？我们离开啊，逃避根本不是啊。我们的感官是逃避不了啊，只要睁开眼睛，我们会看到东西的，那是肯定的啊、嗯。然后呢，只要有这个耳朵啊，然后它就会这个声波、空气压力波会进来的。进来了以后呢，它一定会出。 震动我们的耳膜，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呢，一定会产生声,声音啊，这种感觉，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啊，真没办法逃避。嗯、那么这所以呢，这个立项啊，不要理解为啊，我们离开这些香啊，这些香离开的这些香，我们到一个没有想的地方啊。 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了。只要带着这个感官就有想啊，不管去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去这个去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啊，任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比如说在月球上没有空气的地方，我们的耳耳朵可以可以听不到声音，但是呢眼睛可以看到啊,啊。然后就是等等啊。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套利，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很多次。很多人认为，啊，佛教讲的这个利相啊，或者是放下呀等等啊，很多人理解为逃避啊，逃避不是根，根本不是跟逃避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啊，面对，面对怎么面对？现在我们是永无名啊。 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到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啊、呃、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呢，修心人啊、呃，他不是用无名来面对，而是用智慧去面对啊、呃、这个世界。然后他用智慧去面对世界，他用菩提心，用慈悲心。 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全部都是正面的，带来的是幸福，带来的是快乐啊，带来的是满足啊，绝对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除了这、呃，除了这个解脱啊修行以外啊，仅仅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 啊，非常有有意义的这个力量啊，特别的有意义，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要要去这个啊啊自己去体会啊。如果自己不体会，我们用成千上万的这些佛教的这个啊这个非常啊这个呃美好的这些词啊去形容，也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这个没办法。 啊、呃，这个表达的，所以呢，大家要自己去啊、呃，自己去努力，自己去体会，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所以这个立香离啊，就不要理不要理解为呃逃避啊。我们离开，我们不要这个不要待在这个有相的地方啊，到到没有想的地方啊，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没有一个啊。 没有想的地方啊，只要有这个感官就有想啊，所以理想、嗯、啊不乱，理想就是正悟了空心，对任何一个想啊没有一丁点的执着啊，彻底的通达，这是如幻如梦，这叫做理想啊，这叫做理想、啊，不是套比较理想，理、嗯、想啊不乱啊，这个就叫做定。 啊，这叫做定外离相啊，即禅；内不乱即定啊，这叫做禅和定啊，这两个就是禅和定的意思。嗯、然后外禅啊，内定啊，外禅和内定啊，故名禅定啊，所以叫做禅定啊，这个就是调觉和实修派的。 啊，禅定的解释的方法啊，这个是实修派的禅定的这个这个解释的方法啊，学员派他们不会这样子解释的啊，实修派真正的有实修修正的人啊，他觉得反正就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嗯、呃，内乱内部乱即定啊，这个外禅啊内定故名禅定。嗯 未摩诘经云啊，几时火燃幻得本心啊，就是一个恍然大悟啊。之前啊,、這個、當中啊,過啊，这个《谈经》当中啊，讲过啊，这个呃慧能大师呢啊，他就是说，他就在这个无无足的啊左下，就是咽下大悟啊，就是这样子叫做火然，咽下大悟，就突然间。 啊，真悟、呃、了，那这个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真悟的人都是这样子就忽然突然的这个呃顿悟呢？啊、呃，不一定的啊，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人呢啊就是首先就是通过啊学习啊，通过文思对这个空心啊，或者是对心的本心啊有一点这个了解，然后再进一步修的时候呢。 啊，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体会，然后再进一步修啊，这个体会就越来越清楚。也有这样子啊，这个诸补主补的真悟的啊，也有这样子的真悟。然后呢，就是啊，恍然大悟啊，也有这样子的真悟。这真悟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啊方式。 那《为魔羯经》啊，当中讲的这种这个豁然大悟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啊，咽下大悟，然后呢，咽下大悟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心的本性啊，得到了自己的心的本性，非常清楚的看到了心的本性。菩萨界云啊，本源自性清净啊。 我们的心的本心，它原本啊，原本就是从物实以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实际上它是没有什么开始的。但是呢，啊，如果有一个开始，那从源头上啊，从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它的本心啊，永远都是清净，本心永远都是清净、嗯。 本行啊，自性清净，那这个就叫做这个禅定啊。禅定是这样，这个坐禅是这样子啊，要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呃，这个，呃，要达到这样子的标准啊。那么方法呢？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了，禅宗的方法啊是很很很简单的啊，就是在禅宗历史上，就是几百年以来。 基本上，这个很大多数的禅宗的道场啊，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参花头啊，参花头。那参花头的这意思呢，花头花尾，呃，有两个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比如说大佐的时候呢，啊，首先就是这个披露起法，坐下来。 啊，然后就开始念几句啊，这个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几句佛号。念的时候呢，心就专注啊，然后慢慢的静下来啊，然后念念了几遍以后呢，这个十遍、二十遍或者几遍都可以啊。念完了以后呢，然后啊，不是继续念啊，然后开始去专注啊，这个念佛的啊。 是谁啊？谁在念佛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身体啊、肉体，它不是他在念啊。那么是谁呢？禅宗，嗯嗯，这个禅宗里面也讲过啊。如果说肉体在念啊，那么肉体在念的话，那么人死了以后呢，他也会念啊。但是啊，死了以后人不会念，所以呢，这个念这个佛号。 不仅仅是这个肉体在念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主要是啊心啊的作用啊，主要是意识的作用，意识的推动下啊，然后呢，我们的肉体才可以念佛。如果没有了这个意识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念的啊。所以就是最终呢啊，就发现啊，这个念佛的是谁谁这个姿势特别重要了。这样以后呢啊。 他就发现啊，念佛者实际上就是意识，我们的意识啊，最后就是落实到这个意识啊、心啊上面，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看那心啊，它又是什么样子呢？啊，刚才念佛的是我们最后就发现就是心啊，那么心有是什么样子呢？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时候呢啊，禅。 花头啊，花头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念了几句阿弥陀佛啊，念完了，那么现在呢，下一个佛号还没有念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个发声音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念出来的时候呢，那、啊、这个叫做花头啊，然后花尾。 哦，念出来了，念出了声音，或者是默念的时候啊，“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啊、呃，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叫做华为啊，华为。那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叫做花头。那么这个花头呢，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去参这个花头呢？因为一个念头即将诞生啊。 但还没有诞生啊，没有出现的一个这样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然后在这个中间呢，他就去看啊，就容易看到新的这个本性。那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呢，大员们里面呢也有啊，大员们里面也有，大员们也将啊离开了啊，离开了过去、现在、未来的。 啊，念头，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当下啊去看啊，那么这个当下呢，实际上这个花头哦、呃、是差不多的啊，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一个念头还没有出来之际啊，正在这个时候啊去看啊，那看的时候呢，也许啊看了。 没有看到什么啊，立即就出现了一个另外的念头，把这个打断了、破坏了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啊，尤其是我们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不可能一开始去看的时候参花头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看到了新的本性，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啊这么好的运气啊，这个不可能的。啊，但是呢啊，只要能够坚持尤其是啊。 这个呃禅这个禅宗里面呢，它没有四家亲、五家亲啊，没有四家亲、五家亲这种说法，啊、呃，没有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这些基础都是需要的。那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观察啊，然后呢，又开始去这个参啊，滑头啊，然后就是去观察，啊，这个是禅宗的方法啊，也也是非常好的方法。 然后呢，密法的方法呢，也就跟这个差不多啊、呃，也差不多。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念头啊、呃，呃，比如说我们啊、呃，开始大做，先是这个发不，先是皈依、发行，啊、呃，这些全部完了以后啊、呃，念这个上师瑜伽啊、呃，祈祷上师融入自己的心，无二无别，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啊、呃，密宗啊，啊，做完了以后呢？ 然后啊、呃，就开始啊、呃、观察啊、呃，开始观察。那观察的时候呢，啊、呃，是怎么样去观察呢？我们只要我们的心往里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有两种情况，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啊。两种情况，两种情况什么呢？要不我们的心是非常平静的状态啊，要不就是在胡思乱想。就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呃，不会有第三。 啊，不会有第三个状态，那这两个状态都都都是一样啊。我们去观察我们的心呢，也不一定一定是一个平静的状态啊。不平静的时候，这个念头呢，你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就，就就胡思乱想的这个念头不断的出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看这个念头它的它的本质啊。 念头的，我们要分念头的表面和本质啊，表面和本质啊，然后表面呢啊，就是昨天啊，维能大师也就批评了啊，他本来就是一个网眼，这有什么看头呢啊？就是这个是他的这个表面啊，那、啊、这个看了看多了也没有用啊，那要看的是什么呢？他的本质啊。 所以，我们昨天也看了啊，昨昨天我们也就讲过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表面和它的、它的表面和它的这个本质分开啊，就把这个表面的部分扔掉啊，就去抓啊它的这个本本本质啊，这个一下子不可能做到的，做不到的啊。所以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可以去看它的表面，也可以啊，也表面就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念头啊，就看这个念头，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念头的本质啊，逐步逐步的呢，就看到它的本质了啊，看到它的最深的地方，然后就看到它的本质啊。那如果看到本质的话，那我们的心是平静的时候，或者是啊不平静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 不是一定要是这个平静，所以这两个都是都没问题的。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啊，心比较平静的时候呢，啊，理论上啊，理论上是容比较容易看到他的。 他的这个本性啊，本性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实际上也不一定的啊，实际上也不一定。如果你能够，呃，能够真无的话呢，那这个心胡思乱想的时候，反而胡思乱想的时候更加的容易看到他的本性啊，呃，这个心没有念头的时候呢，你都分不出来到底是这个。 它的本心还是它的禅定的状态都分不清楚的啊，就是如果没有很高的境界的话，一个比较模糊的时候，这跟、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但是这个念头，很多念头的时候呢，这个不一样了啊，太多太多的念头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去看它的念头，它的本质，啊、呃，反而有可能啊、呃，更加的容易看到它的本质啊、呃，是这样子，所以。 这是密宗的方法了，他不一定要密宗呢，他不是一定要让你静下来，静不静都没关系，你就去看啊，能看到静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不静不静啊，不平静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得到。比如说、呃、这个四家性、五家性做的非常好啊，然后我们对这个上市的信心，对大圆满的法的信心，这些方面都特别的啊、呃，这个到位。那这样子的话呢？ 啊，就是你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他的本心。不平静的时候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他的他的这个本性。如果这个四家性、五家性没有修好啊，对上师、对法的信心不足，那心平静也是没有用的啊。平静那也是也是啊，只不过就是四禅八定的这个平静啊。 啊，那就没办法证悟，所以这两个方法、啊、是我觉得这个禅宗跟这个大圆满的方法上面呢，啊，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通过这个方法要证悟的所证悟的这种境界呢、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样子，如果是我们修咳咳修这个啊秘法的话呢，首先是先不要忙着去修这个法啊，不要忙着修大圆满，根本是没有用的。这个，我想我们很多的这个师兄啊，就是就是就是因为因为等不及，就很快就去听大圆满等等。那这是我们，我想可能很多人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没有修家亲啊。虽然因为很多的上师们那他们很很啊、呃、慈悲啊，那就是。 就是给你讲了，全部给你讲了。但是呢，讲完了以后呢，你自己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收获啊。那没有收获的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师，不是因为这个法，就是因为法器的问题啊，发起的问题。那发起不成熟，什么样的法都是没有用的，嗯、什么样的法都是没没有用啊。所以，比如说。 当时的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的这个门下呢，就这么几百个的这个弟子啊。那么这个弟子当中呢，那弘忍大师呢，他也没有偏心啊，他给大家一样的去讲啊，对任何上司都是一样的，就给大家一样的讲啊，讲的都是同样的这个这个法啊。但有些人就证悟了，有些人证悟不了，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因为是法器的原因啊，不是法的原因。 啊、呃，所以这个，呃，就把这个先不要着急啊，先先先先先不能着急啊，着急的话啊，很多人说当然要着急，不是人生无常吗？啊，那着急的话呢，那先着急修十加性、五加性啊，不要直接去修这个，呃，大圆满。那没有这种着急是没有用的啊，帮。 帮了倒忙啊！所以呢，召集当然是要召集，人生无常，这、这、这、这个说的是对的啊。但是呢，要召集的话呢，就是要按照他的这种顺序去做啊，才能够啊这个成功。所以，我们咳咳修密法的话呢，那就先把四家行、五家行修好啊，然后呢。 就像这个修上士瑜伽啊，然后呢，孟列的祈祷上士啊，念上士瑜伽啊，我前几天也讲过了，我讲的我讲的这个上士。我讲的都是法王如意宝，指的是法王如意宝啊。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上师，不一定全部都是法王如意宝啊。而我讲的这些都是法王如意宝啊。然后呢，念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祈祷文啊，孟列的祈祷。 呃，他祈祷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停下来啊，然后停下来往里看啊，看的时候也许他在胡思乱想，没关系啊。 如果他在胡思乱想，就看胡思乱想的念头啊，也许那个时候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那也可以就如果是平静的状态，你就去看平静的状态。嗯，实际上我们需要看的就既不是这个平静的状态，也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杂念的。 这个状态啊，必须要突破这两个状态。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两个状态的背后的它的本质啊，这个本质。呃，那这个是具体的方法啊，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到了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没没有其他的方法啊，所以我是说没有这个我们的这些。 啊、呃，这个基础的这些修法啊、呃，没有做好的话，这个时候就到了这个时候呢，根本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把自己往前推啊、呃，不知道什么东西是。 可以让自己往前推的啊，我刚才讲了，比如说十加薪、五加薪呢，那我们啊还是有一个数量啊，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思考的方式啊，我们努力的去思考，认真的去思考，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呢，没有任何的思考的东西，怎么努力呢？努什么力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就。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啊，这个四家心和五家心的重要性啊。所以这时候就，嗯，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这个啊念完这些上师的祈祷文啊，念完了以后呢，然后再静下来看啊，然后看了一会儿以后呢，又开始念啊这个祈祷文啊，看念祈祷文啊，然后呢再看啊，再看自己的心。 啊，这样子，有些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个六祖坛经啊拿出来看一看啊，然后呢，啊一些大圆满的书，如果灌了定的话啊，灌过大圆满的定啊，然后就是听过大圆满的课啊，这样子在这种前提的条件下，然后呢，也可以看一看大圆满的这个引导文啊，然后呢有大作啊，这样子轮流交替啊，那就就会会正午的。 特别的重要啊，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嗯、好，这个就是说啊、嗯，善之时见之心清净啊，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啊，自修自作，啊，正、啊、悟最后的正悟必须要靠自己的啊，靠自己的。 我们没有办法考这个佛啊，也没有办法考上师啊。当然，这个也要不能理解错了啊。我们有些时候呢，是说不需要考上师，不需要考佛；有些时候呢，说一定要考上师加持，没有这加持证悟不了。那意思是什么呢？当然要靠这个佛的加持，佛上师的加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考怎么去考？ 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也得有这个心性啊。没有信心怎么去考呢？啊，没有信心，我们不就是念一下这个这个，念一下这个上师的祈祷文，那就是念这些字而已啊。那所以呢，最关键的问题呢，还是在自己这里啊。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这个心性啊，然后就需要有努力。 啊、呃，这些都是自身要完成的啊，所以就是说自修自作啊，大摩诸识的、嗯、这个这个啊著作当中啊，还有就是禅宗的这些书里面呢，啊，佛不读众生啊，众生自己读自己啊，其实这个呢也是啊，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啊理解的，我、哦、就是不能理解为啊，呃、啊，佛对我有，对我们没有任何的。 这个关系啊，不能这样子理解。佛对我们当然有关系啊，上师对我们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佛和上师的加持呀啊。但是啊，考啊，谁去考还是要他自己去考啊，自己要有这个信心,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是要啊建立啊这样子的信心,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所以就是要自修啊，自作。然后最后。 证悟的也不是其他的，也是自己的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证悟了什么呢？证悟了自己的本心啊。法身，嗯，自心发生，法身佛的发生啊。这个我们明天会讲。然后，自行佛心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啊，行为啊，就是按照佛的要求啊去做。 啊，佛的要求，佛对我们的要求，呃，去做这些行为啊，行为啊，怎么去大作？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大作的呃这些精节啊，怎么用到啊这个呃生活啊，怎么用到生活当中？那么这些都是自己的行为啊，自行佛性，自己去行啊佛的行为，嗯、然后自作。 自称佛道啊啊，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啊，自己就可以成佛了，自己就可以成这个佛道啊啊咳咳，所以啊，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这自己是最最最重要的啊。这个就是，呃，佛教跟其他的这个宗教啊，最最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区别呢。啊，很多的其他宗教呢，啊，都是要靠啊这个某一个神啊，让神来给我们解决啊，安排我们的命运啊。那么佛教呢，啊，它就是认为啊，要靠自己啊，要靠自己啊，佛。 啊、呃，存在佛的力量存在加持存在上师的力量加持存在啊、呃，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佛的这个啊、呃、加持？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呢？这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呃，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果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就是这个上师和佛的加持自然而然就能得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全世界所有的众生啊。呃 啊、呃，天下所有的众生都应该得啊，但是没有得呀啊！天下所有众生，有些是地狱啊、恶鬼啊，为什么众生就有这么多的等级呢？啊，是不是因为佛的加持啊？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偏面偏心呢？啊，佛不会有偏心啊，但是因为通过，就是因为因为。 自己的努力不够啊，所以就是有了地狱，所以就是有了这个恶鬼，所以有了动物啊，所以呢要靠自己啊，自己的力量啊，就是发现、发掘、呃、自己的本心啊，然后就是自己成佛啊，所以要靠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自足自成佛道。好，这一项呢。 啊，就是讲完了这个第五品啊，第五品这个坐禅啊，那么这个坐禅当中呢，我刚才啊加了一点点啊，这个《坛经》里面没有的一个禅宗的一个一个方法和一个呃这个密宗的这个方法啊，实际上这两个方法啊，这两个方法呢，最后真正修大圆满的时候啊，就是这些方法啊，那么。 这个，嗯，即使我们这么这么多人，通过网络还有我们现场啊，这么多人当中有官兵没有官兵，各种各样人都有的啊。所以呢，在这种场合当中啊，这样子讲是也许是不是很，也许是不是呃很恰当啊啊。但是呢，就是刚才讲过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找一个上事要到到某一个地方去关丁，然后呢再去修。 确实是很难啊，所以这个，呃，嗯，就是呃，因为这个《六足坛经》，坛经呢，它本身就没有要求要这个观定啊，然后它的人数呢，也没有这样子的严格的这个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就是赚这个空子啊，赚这个空子呵呵，赚这个空子，赚这个便宜啊，占这个便宜，然后就多降一点啊，实际上呢。 啊，大圆满最后呢，啊，就是讲的呢，也就是也就是这些了啊。在这个大圆满的法里面呢，我们不敢这样子讲的，他以为他自己要求要关丁的，没有关丁的，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没有关丁人不可以讲的啊。但是呢。 这个《坛经》呢，它没有这么讲的啊，所以没有这么讲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就稍微呃、啊，因为它也是，所以实实,实际上这些内容呢，也没有超出它本身的这个范围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这个这些意思呢，讲的稍微清楚一点而已啊，所以我想、嗯、大家啊，好好修四家情》、《五家情》啊，修完了以后呢。 啊，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圆满、大寿印啊，没关系，那就修修这个坛经啊，修坛经，修禅禅宗的啊、呃、禅啊，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好了啊咳咳，啊，就是这样，这呃，就是就为了这个啊，就是为了这个这个这个原因，我们这次呢，稍微就讲的清楚一点了。那么这以上呢，啊，它的这个内容。 啊，就基本上就讲完了。然后呢，下面呢，啊，我们明天的这个课里面呢，啊，也是《坛经》里面的《坛经》的其他的章节啊当中啊，对我们的修心啊比较重要的有几个啊，有几个这个端罗啊，就是啊，明天啊再讲一下啊。那其他的这些呃，其他的内容呢，不需要，就是就像我们这次已经讲了三个。 啊，三个这个三瓶，啊，指挥瓶，左产品，还有就是丁慧平啊，不需要这样子一个一个子讲啊，因为其他的这三个指导了以后，这三个我认为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谈经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啊，精华。那虽然是有分了十瓶，啊，分了十瓶，但其他的呢？ 啊，就是，嗯，没有这么深啊。最最最具体的、最核心的东西呢，就这三瓶当中啊。也就是说，这三瓶我们学好了以后呢，那、呃、其他的几个呢，啊，自然就明白了啊，自然就会明白的。所以咳咳，呃，所以呢，啊，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字的讲啊。就是有几个炫了几、这个这个端罗啊，这个我们明天。 回降啊，那今天就降到这里啊，然后呢，最后只有三三分钟啊，那三分钟的时间当中呢，呃，这些问题当中啊，就可以选一两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呃这个提问啊交流。嗯，请问上师，对本性的证悟需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量，才能够保证在法性中因中获得解脱呢？ 发心中阴当中解脱的话，首先第一个要正悟，啊，第一个要正悟，然后呢，正悟了以后，啊、呃、再学一下这个中阴的修心修法啊，柳中阴的修法就可以。这个要求就这个。 就不不需要很高的这个量啊，这个量不是很高的量。第一个是要正悟，然后在这个正悟的基础上还要一点点啊，这个修心的经验啊，这两个有就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就需要这个到时候中音的时候怎么样去应用的方法啊，要专门去学一下留中音就可以了。这个这个不需要很高的境界。 但是啊，必须要真悟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比如说六中音啊，我们虽然是这个中音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这个成佛的，可以解脱的。但是现在人活着的时候啊，就是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开悟、真悟的话呢，那到时候这些这些机会啊，都是没有的。 这些机会都是没有的。如果说是要达到这个中阴解脱的这种量的话，那就不需要很高啊，只要有真悟啊，只要有真悟，知道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知道当然不是理论啊，通不是通过理论，就是通过自己的体会啊，然后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修正啊的经验。 啊，这样就可以了。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好、啊，先最后一个问题。嗯，好。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政务的人还有必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可以的，证武的人呢，他也可以，比如说啊、呃，修呃呃修经图，啊、呃，实际上他也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个路啊。如果他特别有把握的话。 那不修啊、呃、也是可以的，他就可以通过啊、呃、这个禅定和大圆满的修法直接成就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就没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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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把握的话呢，那两边啊啊、呃呃、都做一些准备啊、呃、也是有帮助啊啊、呃呃、这有好处。好，好，感恩上师开始。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想。